They got security sitting around me, you know, trying to keep people from, you know, being right there to, you know, commentate into my ear or whatever they got to say. And I want to get past that, you know. I was pretty disturbed last night. It really was some of the things people were saying. It reall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Davis. And then Michaela, I kind of, you know, I did something wrong there and not being nice to her. So I gave her some flowers today. I mean, if I didn't do that, she'd probably never forgive me. But, 而 Strickland 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提到，其实，在前面一场比赛当中呢，其实跟 Steve Davis 是没有什么关系。他的情绪完全是来自于在周遭的群众，这些观众朋友们可能对他呢有一些恶言相向，那么所以说呢，他才会有那样的情绪反应。当然，他对裁判 Michaela Tapp 小姐呢，也有一些言语上面可能比较激动，所以今天送她一束花。Have to get in those heated disputes with people that are saying those corny things and making smart, you know, remarks or what. And they whine a lot with things. I don't know what they whine your name out. I don't like that. It's that one really bothers me. They go. 那么旁边的这个观众呢，如果说呢指着他的鼻子，指着他的人来骂的话，那么会对他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I got a lot of tapes of him.And I like the way he plays. 那么 Holman 也说呢，其实在他过去不仅看这个 Earl Strickland 的比赛，家里面有很多录影带是 Earl Strickland 的比赛。那么他也自己也承认自己非常喜欢 Earl Strickland 打球的风格。Outstanding player. And like I told Dave a while ago, he's not a great player yet. You know, it takes a long time. You got to win world championships and you got to win a lot of tournaments before anybody's going to call you great.And you know, he's a good player right now. He's a real good player. 那么 Strickland 呢说，这个 Holman 是一个好的选手，但是还称不上是一个伟大的选手，因为他还没有赢过世界杯以及其他的很多比赛的冠军。We're pretty much in the same age group, and the Holman guy is much younger. I love playing guys that are a little closer to my age. I think. 那么 Earl Strickland 最后说到，他喜欢跟他年纪相近一点的这个对手来比赛。那么现在现场已经是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马上一起带您进入到现场的比赛当中。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reigning and defending world nine ball champion of the world, Earl the Pearl. Strickland 真是干脆亲上去了，对。不过他从刚的言语啊，他等于是自己说自己是伟大的选手啊，这个当然呢是的确是没有错啊，但是在我个人认为也应该稍微谦虚一点。哇，豪门的比球。是一个完美的比球。今天的第一次冲球，有球进。冲进的是四号球。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球队啊，九号球也停了袋口，一号球形成一个远球，母球两颗星回到球台中央来做二号球。但是现在三号球不晓得能不能过啊，这个球可以考虑啊，考虑怎么样呢？考虑啊，一个开轮打击啊，这个母球打。这个如果说母球停在啊，停在就是现在这个二号球的位置啊，或者是说啊这个斜线近一点的位置，这个母球碰这个三号球，然后母球啊再去碰九号球啊，这个有机会来打进袋。
侯美相当年轻的24岁啊、哦、相当年轻的一位选手，嗯，曾经在欧洲拿过11次的冠军，德国的比赛呢拿过8次冠军。好，看看是不是用母球来拿啊，这个球好像用母球拿比较有道理。好球，哎，母球要停了。哦，呵呵，好，我们看了一个漂亮的一个开轮打击。好，赫尔曼继续来冲球。Please take your seats quickly. Wow, 哎呀，球落袋。第二次的冲球，这跟第一次差很多。嗯，母球没有控制好。母球跟一号球相继落袋。好，我们看第一颗球 air strand 角度就做得很大，第一颗球的角度就做得太大了。好，打得很轻来弥补。拉杆回去，来做到了上下方的底带。打中带，哎，中带轻轻的打进，这样子的话，打底带的话啊，这个从刚刚那个角度来看，打底带的话，母球跑到右边去了。好，绕球台回来。1-1平手。下一局是 Earl Strickland 的第一次冲球，看他会不会把指套给戴起来。哦，他一次比赛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哎，我们看到他现在所用的这个前节又是新的前节啊，这个换来换去，嗯。哎，母球差一点点落袋，最后终于落袋，礼尚往来啊，这是礼尚往来。哇，闪过了中袋，闪不过底袋。
哇，一号球做二号球，看看一号球在他的袋口那边还有一个八号球。对，这个二号球啊，二号球如果不做中袋的话啊，就是来做这个左下角底袋啊。我们看到第一颗球就先打组合球，好，这个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二号球是做左下角底袋了啊。这个母球直接啊，直接推杆啊，这个薄球推杆下来。好，拉杆啊，拉杆横台，走到三号球的上面。哦，打太薄了，怎么搞的？打太薄了啊！奇怪，这种球为什么会打太薄啊？大部分的选手都有可能会打太厚啊，为了要做这个三号球会打得太厚，结果他竟然打太薄。我看起来好像还是一个吊球的样子，好像吊到一点。又洗澡了，自己投降。我很惊讶，而水肯会这次会出错。对，我们看啊，走了，好像是这个下了一点的右塞啊，结果右塞下的太强了。好，这次的机会再也不能放过。好，两颗星回来，继续做到中带。哎呀，不要！哎呀，怎么搞的嘞？这力道的控制啊，还好，没什么问题。力道的控制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七号球做到上方的底带，对，拉杆啊。九号球打进，果然没有放过这次的机会。准决赛的第二场比赛将在广告之后继续进行现场直播，千万不要走开。好的，那么在这个今年的2003年的世界杯当中呢，我们是第一次在电视转播的球台看到 Thorsten Holmen 来进行比赛。在赛前呢，那么在跟教练聊天的时候也想到过，会不会呢他也面对到这个摄影机会有点压力。哎呦，不过照目前这样子看啊，好像这个还不错啊， so far so good。
好，一号球、三号球都进了，二号球啊，这距离有一个距离，底带可以过啊。那么四号球当然是做上方底带，但是这个球必须要打个好。我们看到，哎呀，打得不够准。我们看啊，打得不够薄啊，打得不够准。那么因为他刚刚那个角度稍微大了一点点啊，所以说这个 Holman 啊，他就干脆就让母球啊，这个绕到这个四号球的上方，但是打得不够准。嗯，那么加上前面那次失误，已经是两次失误了。对，好，看看这个球怎么做球。两颗心弹上来，哦，闪过八号。嗯，打进了。不过在这边要提醒一下 Holman， 因为 Erstrichen 之前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你一场比赛给他三到四次的机会他就够了。对，所以说啊，这 Holman 现在每个球都要稍微啊要非常的注意啊。嗯，今天在准决赛里面 Erstrichen 冲球，他的大拇指就没有套上这个指套。来，母球，这真的很少见。对，连续两次冲球，哎，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现在 Holman 啊，在这次的机会一定好好把握了。哇，二号球在下面哦，这个球的做球有点困难度啊，这个做球有点困难度。不过这个球啊，我们看啊，这个母球啊，母球摆在右边的台边啊，然后两颗星绕过九号球啊，走到右下角来，就可以做到这个二号球。对，就这个位置啊，就这个位置，两颗星啊，这个下来，闪过九号球下来，哎，这样做会不会二号球有可能比较远呢、啊？好，两颗星下来，哦，也是好球，漂亮。哦，这个落点相第二个颗星的落点相当的准，嗯，刚好过中带。二号球、三号球都同一个带。好，三号球啊，下点左塞，一颗星弹到右边。哦，做得很近，好球，非常惊险。好，
看这个球啊，五号球可以来做这个目前的右下角底带啊。换句话说啊，这个球稍微拉一点啊，拉到这个中带啊，这中带的旁边。哎，选择了推杆啊，选择推杆的话就是做右边的底带。哎，但是，哇，这样子稍微妨害到了啊。六号球，另外如果说左边的底带被九号球挡住的话，这个球就麻烦了。还好，撞一下，哎呦，撞成呛死哦，好球！本来是过不去的球啊，这个球打得漂亮啊，这个拉杆的结果六号球变成可以过的。八号球做到底带，好球啊，做得很直。好，叶秋的帮对手拍拍手。直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都还没有能够有续盘的一个机会，所以说现在双方的这个局数也相当的接近，只有一局差距。第六局由Thorsten Holman 来冲球，好冲球啊！这次的冲球看看，哎，哇，铁球二六的组合球，对，一号球进了。球，我们看样子这盘球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哇，好 ，Love Su K 啊！从今天的第一场一直看到现在。对，所以说啊，这个就是一个好，这一个选手啊，这个学习的啊。而且我想这个 Love Su K 啊，这个拿过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啊，应该可以称得上啊，让这个 U 苏格兰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选手，照他自己的定义来说的话。对，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选手啊，还是在输了比赛，还是在球台的旁，在这个比赛现场观看别人的比赛啊，所以说这种精神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值得人家来效仿。对。当然除了看比赛之外，我想也有帮自己的这个同胞选手打气的味道。对， Holman 续盘成功，现在是4-2领先了 Earl Strickland。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卫视体育台，和张文炳教练以及常富宁，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2003年世界杯准决赛的第二场。
领先的是 Thorsten Holman 4-2。一号球进了，二号球，哎，好像刚好可以过的样子。好，我们看二号球啊，一号球进了，二号球应该是看刚好可以过啊。那么三号球在左下角的袋口啊，所以这个母球只要能够横台横到右边来啊，就可以来做到三号球。好，打进，母球横到右边。好，如果是直球的话，又要拉杆回来做四号球了。稍微有点拉歪了啊，稍微有点拉歪了，所以现在这个角度啊，现在五号球可能好像可能要来做中带了。好，五号球做中带，我们看到这个出杆非常稳健啊，可能现在嘿嘿，这个又说过来，心里面可能稍微开始在担心了。今天对于这场比赛，对 Earl Strickland 来讲，出现了两次冲球母球落袋的这个状况。哎，好，拉杆回去。哇，角度太大了，刚刚这个五号做六号的时候啊，这个稍微拉的少了。好，没有问题，还是保住。力道当然也很好。5-2领先了三局，其实面对 Earl Strickland 蛮少见的一个被领先的一个优势。对，到目前为止啊，这个 Herman 表现得相当的不错。Rack 8 Thorsten Herman break leading by 5 racks to 2。又出来了，现在不晓得在想什么，是不是在想什么对策？冲球，母球啊，没问题。哎，一号球进了，我们看到二号球有没有被吊球呢？这个球啊，这个二号球如果说没有吊球的话，可以拉杆来撞这个八号球进中带。好像有点挡到。哎，可以打得到啊，这球可以打得到。看看要不要来进黑球。好，黑球进，看看二号球滚到什么地方。哎呀，最不理想的位置。这是碰到了四号球以后才跑到那边呢，这个运气有点不大好啊。不过现在可以吊球啊，利用这个五号球来吊球。好，利用六号球吊球，
好球。好，因为崔格兰啊，终于上场了，等得蛮久的。不过上场就是要好好思考一下，对。一颗星，两颗星啊，都可以。好，这两颗星的路线啊。看看他选择是什么，一颗星啊。嗯。解到，哎，真是倒霉呀！这个母球如果说停在那边的话，这个还很难打。结果我们看啊，这个二号球说不定本来可以，你看把这个母球把它给碰进，母球已经停住了，啊。运气相当的不好，哇！这样子一来的话，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今年的比赛可能又跑出另外一个黑马出来了，而且是穿着红色衣服的黑马。对，所以我们看到德国啊，这个德国在这个选手的这个培养方面啊，常常会有一些新的选手出来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德国啊，这真的是相当的厉害。除了这个旧的选手啊，这个奥特曼还有拉夫苏克，然后中生代的选手啊，比如说像这个像这个雷蒙林啊，或者是这个 Thomas Enger 啊，那么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生代的一个高手出来，好像一个跟一环跟一环之间接的相当的紧，哎，这相当的紧密啊。而且我们看他的打球啊，做球都一板一眼啊，这个该怎么打啊就怎么打，而且这个做球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本来还预测这场比赛有可能啊，这比数相当接近，但是现在可能不一样了啊。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呢，在冠军决赛当中要对上刚刚赢球的 Alex Pagulayan， 有没有可能在今年产生一个全新的世界冠军呢？如果这个 Eosweger 被淘汰的话啊，这个一定是一个新冠军，而且两个都是24岁，这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巧合。嗯。一号、二号进了，看看三号出来一点点。八号球挡住，哎，挡住了啊，这个 push 了。好，打到角落。
看看是不是来灌球，灌底带。好，这个球等于是打带跑啊，顺便灌，顺便做安全球，漂亮！哎，而且还形成吊球了。解球，漂亮！哇，哇，这个球，哎呦，看来 air strike 了。哇，解得漂亮啊，刚刚好薄到，哦，漂亮，解得干净利落。好，不过六号球还是个关键啊。我们看到他五号球做的比较直的啊，五号球比较直的话，你拉杆回来啊，才有办法拉杆回来走到这个六号球薄球的位置。哎，做个远球啊。是不是？看看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哇，这球是不是做的太远了吧？还是说他杆法没有打准啊？是不是打点没打准才会变这样子？本来要打低杆的，结果打成中杆去了。看看要不要来打个定杆啊？打整颗球打定杆。好，真的是打整颗球打定杆，但是打得不准哦，那母球跑出来了，这球打得非常不准。照理讲，这个母球应该是定杆定在这个原位的，结果跑出来了，跑出来跑得很多。我看起来好像还蛮安全的，哎，抹球小心哦，变成呛死了，底带的呛死，哇，因为崔格兰现在拼命在犯错了。好，打底带定杆。哎呀，这球非常不准。哎，可以过吗？我们看啊，有角度，那么这个 Holman 他勉强想要这个碰颗星弹出来啊。如果说，其实他刚刚 Holman 刚刚那个球可以考虑推杆一颗星弹上来的。好，太直了，大拉杆。好，大拉杆，稍微拉歪了啊，这球稍微拉歪了。好，靠准度了。哎呀，不准啊，不准啊。哇，底带灌进，好球！哇，这样子一来的话，比尔·崔格兰危险了。我倒觉得 Holman 这个时候应该好好的掌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哦，
其实教练，我觉得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其实 Holman 呢，他的机会是相当的好。对。那么现在应该要试图把自己的准度给稳固下来。其实有些球，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打进。对，没有错啊。这个因为苏格兰现在要追上来已经是有点困难了啊，所以说这个 Holman 啊，这个真的是应该好好的这个发挥一下。哇，二号球，八号球，哦，冲得相当的好。好，二号球中带右塞，在右塞拉杆弹上来。目前的这个情形来看啊，这个 Holman 啊，他的表现啊，这个甚至比这个 Pagulayan 还要精彩啊。但是我觉得 Holman 现在千万自己不能放松，哎，他如果觉得哎这场比赛我已经快要赢到手了，放松，我觉得对他来讲就相当不利。对。欧美已经连下六局了，而且还在持续当中。有水格兰还在低头的时候还不忘记看看观众，嗯，看看有没有人在骂他。球控制的相当好，哎，这一次。哦，三号球进了。我们看三号球直接进啊，一号球碰到中带脚弹回来，形成机会。哎呀，说着说着，真的就是。发生了这种事情，这个就是我说的，对，该打进的球你千万不能够放过，这一贯性啊，相当好打的球，哎，这个一贯性还是欠缺一点点啊，这像这个球啊，再给他打十次，我想十次都会进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一贯性啊，这个 Right, thank you.啊，太用力了，过头了啊！看看 Earl Strickland， 对，过头了啊，这力道差很多，做安全球了，看有没有办法利用五号球吊球。哎呀，哎呀，本来是要利用五号球吊球的啊，但是他那个二号球打得太薄了啊。我们看啊，打得太薄了啊，照理讲这个球应该是先碰右边的颗星再弹上来，利用五号球吊球啊，结果这个球打太薄了。莫非因为水格兰气数已尽不成，
不过后面还是要靠自己。对，对，你多给他上来几次的话，也很难讲。对。像刚刚那种，哎呀，又来了。越接近胜利的这个时刻啊，怎么搞的？这就开始紧张了，杆法都不敢打了，杆法都打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刚刚之前还在称赞他，但是一下就出错了啊，所以很明显的他这个一贯性还是不好。好，我们看看他是打算怎么解球，一颗星、两颗星，或者是三颗星。哎，好像是三颗星的路线。好，最后选择了一颗星，放呛死了。哎，母球贴了台边，有没有办法拉杆呢？差一点解进七号球。哎，Strickland 追回来了一局。我们看到 Earl Strickland 啊，在送球之前还跟观众在聊天。母球跟一号球相当的靠近。距离相当的近，保中带的样子，下右赛保中带。来，三号球的带口，五号球的位置也蛮暧昧。四号球是不是来做中带啊？
好，拉杆做中带轻了啊，做到了底带，母球贴了台边了，这拉杆失灵了啊。好，底带推杆一颗星啊，这个继续的走到上方来做五号球同一个带。歪了啊，不准了，哎，不过新城吊球。所以坦白讲，这场比赛 Earl Strickland 犯的错误真的相当多，对，非常多啊。哎，可不可以进呢？好像可以进的样子。好像可以进哦。好，下点右塞。好，果然没错啊，可以进。好，那么现在看看有没有办法让九号球进带。我们看啊，右塞让母球稍微转点弯啊，现在看看有没有办法利用开轮打击啊，把这个九号球打进。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好像五号球必须要打很薄啊，五号球打薄一点。哎呀，打得不够薄，打得不够薄啊，那球应该再薄一点的。我们看啊，打得不够薄啊，这个球。哎，不过右手杆也不准啊，右手杆也不准。好，放了一个中带的机会。薄球，好，看看是不是推到啊，推到八号球的上面啊，角度是往下的，好，这样子的话再拉杆下来。准度一定要保持好 ，Holman。9-3，我们看到 Earl Strickland 啊，在这场比赛失误相当的多啊。嗯。但其实他在跟杨金顺比赛的时候啊，其实失误也是蛮多的啊，所以杨金顺没有办法好好把握。我们看到 Earl Strickland 呢，赶快又把这个前节给换一下。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继续回到由撞球博士张文炳教练和常富宁一起在卫视体育台为您带来的2003年世界杯。我们已经来到了比赛的尾声，目前进行的是准决赛的第二场的比赛。场上冲球的 Holman 暂时领先。
母球没有落袋，也没有其他的球落袋，没有球进。好，一号球形成一个中距离的一个机会。又是又在刷宝，大概是他忘记，他以为有球进的样子。后门啊，千万不要被这些，就是在他自己以外的这些事情给影响。对，教练其实在过去一直提到，这个撞球其实你要打自己的，所以一切其他的事情都不要来影响你。三号球做的不大理想啊，角度做的太大。好，还是打进。哎，是要来保中弹呢，还是要来吊球？六号球底带，哎，嘿嘿，但是推杆啊，这个中杆推杆就可以做到七号球的中带了。我们看他选择拉杆，撞了一下七号球。哎，保中带啊，好球！哎，吊球哦，会不会吊球？哦，差一点。哦，差一点吊球。如果有机会的话啊，这个千万不要受到对手的影响。对。Jack 14, Elsa wants a break, trailing by 9 racks to 4.有球进，看看。四号球进了，不过我们看到六号跟八号连在一起。二号球好像有点麻烦。六号跟二号连在一起。哎，想办法吊球，是吧？好，准备要吊球。
球还可以打得到啊，这个球，但是而且一颗星啊，就算打不到的话，一颗星也相当的好打。那么现在看看啊，这个 Holman 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个球啊，才不会放 chance。的确，我想这是他现在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哎，力道怎么样？有八号球，哎，力道不错。一颗星，好，接的也不错。只能打到一点点，哎，直接用解的啊，大概想要用五号球吊球，但是那个缝很小啊，放呛死了啊，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啊，还是应该直接打才对啊，嗯，直接薄啊，薄打薄一点，稍微用点力量啊，两颗星啊，两颗星出来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现在顺便把，好，看了又吹了，也不急啊，先打个吊球。解上方一颗星解球，哎，这边要考虑三颗星啊，最后决定一颗星解球，哎呦，差点洗澡。好，看看这五号球，哇，这样子下去的话，这个Holman相当的危险啊，这个被优斯格兰一局一局的蚕食了。球中带还可以保吗？哎呀，没保进。不过
形成吊球了。我们看啊，打得太薄了，碰到带角。好，看看接几颗星啊？这个一颗星的话，当然了是比较最简单的路线。哇，先绕过六号球，啊、跳球，跳球啊！哎。哦，跳得很高。尝试灌底带。哎呀，有没有吊球呢？是不是放枪了？再来看看慢动作。我们看他这个球啊，还下了右塞啊，还下了右塞来包这一球。好，呛死了。好，这一局如果拿下来的话啊，就差不多就快结束了。这一局是定牌局。哇，哦，华磊，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看来10-4是有希望。剩下一局了啊，这个 Holman， 眼看这个明天将是有可能会产生新的冠军。下面一局冲球很重要，母球千万要控制好。好，现在 Herman 最后一次的冲球，有球进，二号球看会不会落袋。停在袋口，哇，形成呛死。看样子 Utrecht 有点应该是认命的啊。好，这个球形啊并不困难啊，并不困难。好，好好的稳定心情啊，看到 Holman 把这盘球给清光。拉杆啊，拉杆拉过三号球，好漂亮。慢慢来没有关系啊，对，时间不急。好，看样子这个 Herman 啊，这个虽然说是很好的选手，但是现在有机会成为伟大的选手。好，六号球在右边。
六号球，但是做的越直越好啊，看看做的怎么样，角度不错哦，漂亮漂亮，好，推杆也可以，拉杆也可以，看看，看看这个七号球做哪个带它比较舒服。好，选择推杆，好，再推杆下来，又 straight line， 未免就只差那么一点点的路，嗯，功败垂成。打进，哇，好球，11-4，解决了 Earl Strickland， 哇，大黑马，又 Strickland， 还想跟他说话，可是 Herman 很显然的不大想多说。Earl Strickland 又要来练球。随后在今年的2003年世界杯花式撞球锦标赛的冠军决赛当中，将要由 Thorsten Holman 对上 Alex Pagulaya， 我们看到他的女朋友也在旁边陪伴着他，一路的一场又一场的精彩的比赛陪伴着他打完。来都争相给他拥抱，嗯，虽然啊，今年只能够获得第三名。不过呢，在今年的冠军决赛当中，将有两位24岁的年轻选手，相当好的一个巧合啊。嗯。